है हमारी बाबा कर दो वो पूरी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बच्चों से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अव्यत बाप दादा चौंकाओ तो हुआ ही爸爸大大看到每一位孩子的时候，他恒定的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每一位前额上闪光的珠宝。首先，他看到了闪光的珠宝。这崇高的灵魂，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每一位的崇高的幸运福气之线。每一位的幸运福气是多么的崇高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崇高的都有这样的崇高的幸运福气吗每一位或者某人的幸运福气要高一些你们是那些你们不是那些中间水平的是吗你们所有人都有崇高的幸运福气你们所有人都是第一名吗那些赢得第二名的以及第三名的仍然在继续这个世界的人们说让在你的嘴中有一朵玫瑰巴布大大说在你的嘴中有一朵有一个玫瑰花球也有一些好的你们所有人都喜欢玫瑰花球不是吗一张甜蜜的嘴就意味着一个甜蜜的面孔每个人都使他们的嘴巴甜蜜但是不仅仅是你们的嘴巴甜蜜你们的脸庞也是甜蜜的或者是也有一点苦涩呢如果甚至有一点点苦涩的线那么与此同时那在这一年都要对他说再见甚至对一点点苦涩说再见आते ही हम तो खो जाते ख्वाबों में Om Shanti. Om Shanti. With elevated self-respect and continue to give regard to everyone. 崇高的自我尊重的一位，并给予每个人尊重，持续的给每个人尊重。今天的主题是带着尊重看每个人，无论某人年轻还是年长，是象棋士。
还是步兵的角色，都要带着尊重去看待每一位，甚至给那些不给你尊重的人尊重，要给那些拒绝你的人指出目的地，成为能够歌颂那些诋毁你的人的人。只有那样才能够说你是给所有灵魂尊重的，那些能够给予这样尊重的灵魂会赢得每个人的尊重。Om Shanti. Om Shanti. Om Shanti. Welcome to Avikti Parivar. Today's 欢迎来到 Avikti Parivar. 今天是他们的五号。Be one with elevated. 成为有崇高的自我尊重的一位，并且持续的给每个人尊重。今天的主题是。We will listen to my 带着尊重看待每一位。现在我们来聆听 Mohini 弟弟的分享。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大家都 OK 吗？大家都好吗？哦，是的。I see you all every day, so I know you are well. 我每天都看到你们，所以我知道你们都很好。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这个。看到您这个橱窗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橱窗，每天都在听，在接受这个家庭作业，这个带来了许多的认知、领悟、改变。有些人有非常美的体验，有时候就只是一个词。它是如何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几天之前，当我们记得这整个的主题，如果你不开始，你就不能前进。所以，我们有一些人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开始，因为我还在抓着一些什么不放，有一些卡住。如果我认识到了，看着它，那就很容易的前进了。但是，你对于那些你没有勇气失望的，一旦你意识到了，你就开始做很好的努力了。所以像这样，有可能只是一个词，或者是爸爸的几句话，就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感受到，无论灵魂需要什么，都能够感受得到。一件事情是，
我认为我们都在想的是，仍然孩童时代都有那样的个性，那样的个性就是给予每个人尊重，因为现在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总要记得，你必须要给予，然后你才能得到。每个人都有他的sanskar，都有他的回应的行为方式。那我要做什么呢？我知道许多人在中心很大的地方，他们必须要做接待，要服务很多小时。我们就大概的聆听他们，他们如果回答，他们说了什么？因为在你自己的领域，有的时候是清洁，这个女士说，在你的地方，当他回应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内在有深深的在触动我。我说，因为那里的人很少，但是有很多小时。然后另外一位是，我感受到他是如此的诚实，即使是在电话上，那人们的这个态度，他是如何回应的，他说了什么。他也做了很多的服务，所以我们做什么呢？无论何时我打电话，我就知道这个人有一点点，好像是好像没有那么多爱，他的心思就在回应。一旦那个灵魂接起电话，我都带着很多的尊重和爱去交谈。我发现在一个小时一个月之内，他就改变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这些天在说，不仅仅是通过语言给予建议，但是你必须要捐赠，给予合作，通过捐赠美德和力量，你也在享受那样的服务，因为转变是立刻的，从负面消极转变成为正面积极。不仅仅是这样，转变也有可能是一些好的品质浮现。所以我们能够做多少的服务呢？通过我们的追地态度能够做多少服务呢？当然一个就是带着尊重讲话，它作为一种美德，从心而发的，因为你想要其他灵魂像你一样，像爸爸一样，这是一项很大的服务。所以今天爸爸在给予我们家庭作业，一点是带着自我尊重。如果你在自我尊重中，你会做什么呢？然后你在做什么？基于此，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自我尊重的百分比。如果你不能给予尊重，因为你不在你的自我尊重中，所以一个人应该就自己的自我尊重做工作，总是为此做工作。所以爸爸在说，如果某人比你年轻，或者是某人比你年长，那就是妈妈所处的。当他到来的时候，他给我们教导。如果年轻人没有给你尊重，因为他们没有体验到。当我们在孩童时代，如果父母给他们很多的爱和尊重，那么他们整个一生都会给予他人尊重。但是
如果某人在谈论那个孩子的弱点，他像什么样任何的，然后那个孩子就不会有自我尊重。所以滋养，什么是滋养呢？真正的滋养，在这个灵性的家庭中，那就是给予每个人尊重。爸爸说，你们的 drishti 眼光，你是如何看待每一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尊重，更多的是Why we like to take drishti from Baba? 为什么我们喜欢从爸爸那里接受 drishti 呢？ Because the way he sees, right? 因为他看待我们的方式，看到我们的完美的百分比，可爱的孩子，像爸爸一样的孩子。那爸爸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都是通过他的 drishti 呈现的。去麻都班。总是，所以我们喜欢从爸爸那里接收 drishti， 感受他的存在。最特别的，不仅仅是给予演讲的重要性，但是什么能够带来改变呢？许多人想来都想来接受 drishti， 给我们的 drishti 也会给予其他人尊重。你应该给予尊重，给那些不知道如何给予尊重的人，真的会非常享受那个。任何灵魂有任何的困难，给他尊重，对他有爱，那就会与那个人创造很多的友谊。无论什么方式我能够分享的，没有让那个灵魂意识到的，我就发现逐渐的逐渐的，那个灵魂就能够理解什么是尊重。否则那就像是反对，你都没有认识到我们在做什么，那不是真正的服务。所以爸爸说，因为没有尊重你，没有给你一个位置的，你应该为他们展示他们的目的地。当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些灵魂许多年他们都不能够了解，因为他们的 sanskar 情况，我就很有兴趣，我就交谈倾听，我就说我能做什么呢？然后当他们了解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有位兄弟，有家庭 some effect on that。And be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different. 当他了解了家，因为家人对这个 sanskar 的误解，所以我们就试图帮助那个灵魂，然后他就感受到许多许多的满意。然后，如果某人还没有，某人开始诋毁你。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期待一些什么你不能够给予，他们就开始反对你。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仍然应该尊重那个灵魂。
如果你能够那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在给每个人尊重，因为你的自我尊重要像昨天爸爸说，你们世界的皇帝，你们是世界皇帝。是的，我说我们是。当我们服务的时候，就变成了皇帝。You are peaceful, you are loveful, you serving, creating it. 无论何时，你都是安宁的，有爱的。你在服务，在创造氛围，你在服务五大元素，所以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服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不要有浪费的思想，浪费的交谈。所以要感受到每个人都是服务者，然后就以那种方式去看待其他人。我想这样的服务我们应该做更多，这个服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在中心，你去拜访某人，通过 Drishti， 通过震波，通过友谊。所以爸爸说，如果你给予，你像这样给予每个人尊重，那你会获得什么呢？许多的尊重和爱，非常惊奇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每个人从心而发的祝福和尊重，不仅仅是滋养了那个灵魂，那这样的尊重也会在金时代得到。啊，你在金时代得到的尊重会在汇合时代得到。我意识到，无论我们在金时代有什么，我们都需要在汇合时代末体验到。我们会携带这样的 sanskar， 不是说我们在金时代去创造那样的 sanskar。 金时代的 sanskar 必须要在汇合时代体验到。当我们在转变成金时代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体验的。某人说我们在金时代会非常的快乐，我说不会的。你在这里有多快乐，你在那里就会有多快乐。那里不会有。No, you have to be happy. Even whatever. 那里不会有什么，那里就有快乐。你的快乐就会帮助其他人快乐。如果你是经营的，其他人就是经营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不仅仅是啊，我想想我给了一个很好的演讲，而是我们应该从自己，从家庭开始，人们能够理解，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尊重，然后在金时代你就变成了实际的世界皇帝，你就会获得尊重。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现在是重要的，不是未来，因为现在会创造未来，现在也会成为过去，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好的。那就是爸爸在教导我们成为 Trikadashi 时间三方面的指导者。所以真实，真实，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成为真实的，因为我们想要在这里看到金时代。不要想着说这是一件大事，只是要注意以保持那样的目标。我们来到了爸爸那里，这里为此我们在变成我们所需要变成的百分比。所以保持自我尊重，给予尊重，给予那些不给你尊重的人尊重。
爱那些不爱你的人，他不爱你，但是你仍然爱他，这是非常美的感受，这也是非常好的服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家庭作业。 Om Shanti。 来自于祖先的分享。它是知识的化身，无私的服务者。充满了爱，以及充满了法。它是世界的母亲。神的伴侣，是神的最听话的学生，被所有人所爱的。在梵歌中，神给了我们知识。巴格瓦德唱的神的赞美，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巴格瓦获得解放。那就是为什么我热爱梵歌和巴格瓦德。我过去与神战斗，你给予阿朱娜，为什么我不变成阿朱娜？所以我过去常读，带着很多的爱读梵歌。我过去也学习巴格瓦德。Radhe 说他是我的 ，Gopi 说他是我的，那就是我看到了以实际的方式妈妈对爸爸的爱。妈妈说，我们过去常娱乐，被爸爸的娱乐，但是妈妈非常的严肃，我们都在观察妈妈的严肃许多年。妈妈是如何成为妈妈的？我曾经看到，当她在学校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所有的姐妹都喜欢 Daddy Kumaka， 所有的学生，同样的老师，所有的学生，我也是在那里，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我也告诉这个原因，因为我在11岁进入学校，所以所有那些姐妹，枪支 Daddy 等等，他们都很小，他们都是6岁，我11岁。看到妈妈，每个人，所有的女孩子们，过去都说我们不能，与妈妈竞争，因为我们她有极大的个性。妈妈过去常穿英文的衣服，她就是那个性格的不是性格的服饰，英国的服装。妈妈非常讲英文讲得好，她不讲性格语。见到妈妈的个性非常的独特，她没有孩子，她也没有收养妈妈作为她的女儿，所以送的 Daddy 就首先奉献了。那些看到送的 Daddy 的举起你们的手，是的，她非常的甜蜜，爸爸给了她这个名字糖，非常非常的甜，非常的可爱。在一开始，松达达迪过去常准在海德拉巴准备食物在卡拉奇，但是松达里有这样的意向，他会非常好，他想他会来到这里，但是他来到爸爸这里只有一次。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眼睛，爸爸给予 Drishti。
Rade 属于谁呢？爸爸知道 ，Rade 已经致力于他所致力的，他开始，就像是爸爸的一个追星妈妈转变了，每个人都惊讶于他的转变。妈妈过去常唱诵 Om， 过去常唱很美的歌，所有我们的世俗的爸爸已经有他自己的尽力，但是许多 Kumari 看到妈妈就奉献了，许多的女儿到来看到妈妈，因为每个人都看到了妈妈的转变，许多人都被妈妈的转变吸引，他实际的转变了讲话的方式，他非常的精细。在一年之内，妈妈给予了作为一位母亲的体验。我在这个学院一年半的时候，晚来一年半，这个女王母亲问我，你见到了妈妈了吗？我问谁被称为妈妈，我想她可能说的是爸爸的那个是，但是我不理解谁会说这个。再一次问你见到妈妈了吗，她带我去到妈妈那里，我过去知道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妈妈的个性是这样的，她有那么多的灵性的吸引力，那就是爸爸是超，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什么呢？许多次他们都知道知识之眼，所以这就是所有的知识的迹象，它过去以多种方式，所以他们都展示了恒河来自于它的头发，所以这些都是知识，不是那个水会从某人的头中出现，而是那是知识的事情，神已经到来给我们知识，我们现在必须要吸收它，知识能够被分享。जो पालना दी मम्मा और दृष्टि से लोरिया सुनाई तूने Om Shanti Vakti Parivar, so beautiful. Om Shanti Gwati, 家人们，如此的美好，感谢。我们分享跟大家分享了21天的这个瑜伽，我每天都给大家展示明天的这个姿势。灵魂的21种姿势，第六天，
I, the soul. 我这灵魂。Quiet moment. 感激。In communion with the divine. The one we call God. I want to bring 那一位合一。我想带那一位带进我的每日的生活。我创造一种金色的在我的心中心思中有那一位。所以当我在走路四处移动的时候，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仍然记得那一位，保持我在这样的位置，好像我不在这个世界。So this is what we had to do tomorrow. So now, 这个动作是我们明天要做的。明天是他们的周二，这是他们一天的安排。Evening 5 to 6 p.m. Avect English Mali Revision, followed by meditation Hindi series, meditation commentary by Didi, live English series, and Avect Journey. So now let's do our Avect Mali. Welcome to Avect Journey. 现在让我们来看始于1969年的光体天使的 Mali Mali。Om Shanti. Om Shanti. 这是71年1月21日的光体天使的 Mali. Alaukik invitation for the subtle region. 灵性的邀请啊，精微区的灵性的邀请。你们将在银时代末尾，你们将需要臣民。在同时代的一开始需要膜拜者，创造膜拜者和臣民，这就是现在到了这样的时间，你必须要保持给予和满足他们的围裙，这样的灵魂会到来，渴望的灵魂会到来，他们将会，你们给他一滴，他们将会高兴，就像他们说你的眼光、态度、意识和话语，你们的家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灵修所，那就是无论谁到来都不能等着去中心了。这些人 Daddy 人 You people came when everything had been really prepared. 服务的建立之初到处去，你们人们来到了，当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提炼了黄油，他们在辛苦工作之后提炼了黄油。你们来的时候是吃的时候，然而那些必须要吃黄油的，必须非常强大，总是要想的。那些进入联系的应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给那些需要 chapati 的饼的给他水，那会发生什么呢？给某人啊，坐在地上给某人课程是可能的，但是有些人要坐在沙发上给予。当政府的人来的时候，你们给他什么呢？你们给他尊重，不是吗？不是说
你通过普通的系统与他们交往，通过给予尊重，你们获得尊重。如果你们给予这同样的剂量给每一位，他们就会变得生病。今天当病人去到医生那里，他们不想要长的这个药，他们去获得一剂注射那就可以了。同样的发生在这里，一旦他们到来，使得他们飞翔。你们做了这样的服务的吗？通过你们的个性也可以做服务。依据戏剧，有的人有好的个性，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个性的帮助。你可以使得某个人是成为你的朋友，可以用你的体验影响他们。不要留着单独留着他，想着他不会听知识。把那个灵魂首先带入联系，然后带入他们进入关系。你可以通过你的天性带一个人接近，用这个做试验。你们所有人都是支持的形象，给世界带来益处。当你认为自己是支持的形象的时候，你就能够提升许多人。那些做这样的服务的，在那个账户中就会积累。例如有银行账户的许多类型，你成为了什么类型的服务工具呢？那就是你积累的账户。基础越深它就越强大，基石是被放下了，但是如果你深深的放下了它，然后它就是强壮的。如果你听到了，人们进入了联系，但是你必须带他们进入关系。那些带许多人进入关系的，将会进入与爸爸的亲近的关系中。那些带许多人进入联系的，也会进入亲近的联系。阿恰，我们明天继续。With an elevated, 成为有着崇高的自我尊重的一位，并且持续的给每一位尊重。Look at everyone with a look of regard. 带着尊重看待每一位。Whether someone is young, 无论某人是年轻还是年长。是象骑士还是步兵的角色，都带着尊重看待每一位。Give regard.甚至给那些不给你尊重的人尊重。给那些反对你的人展示目的地。变成对那些诋毁你的人歌唱赞美歌的一位，只有那样，
才会说你是给予所有人尊重的一位。那些给予这样的尊重的，获得每个人的尊重。Srishti Svamanadhari Samman Data Banu Sarv ko Satkar ki Nazar se dekho Koi chhota hai या बड़ा महारथी है या प्यादा सर्व को सत्कार अर्थात सम्मान की नजर से देखो सत्कार न देने वाले को भी सत्कार दो ठुकराने वाले को भी ठिकाना दो ग्लानी करने वाले गुणगान करने वाले बनो तब कहेंगे सर्व के सत्कारी देने वाले सर्व का सम्मा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ते हैं